我不是在后山吗？怎么躺在这儿？这是我的房间吧？感觉好像有点不一样。难道是磁场不稳定？我从后山回到了家里。我要赶紧联系小东，他肯定又要担心了。你失踪的时间是2011年的11月18号，第二天我还陪你爸爸妈妈去报案呢。难道我回到过去了？激动今天呀、啊！太想你们了。小雷同志，这才半小时没见，怎么又想了？这半小时不也是30分钟了吗？哎，你怎么穿这么薄啊你？你为了漂亮也不能不注意身体啊！去，快，赶快去换去，换了吃饭了。好。哎，还有一个菜来着。哎呀。